那是听到家己得到感情，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讲，那是我。阮今仔日的主角李婷妹，伊知影家己得到卵巢癌第三期的时阵，竟然讲不要紧，我拢听医生的话做治疗，真紧就接受安尼情形。经过手术甲化疗，两年了后，癌症搁再复发，伊嘛是真乐观。对治疗就有信心，是安怎伊会当用安尼的态度来面对破病呢？行较快，爱行斑马线，爱走斑马线。老妈子要走斑马线，扭臀摆腰，扭臀摆腰。每天都会碰面吗？大部分啊，出皮打到哪地呢？嗯，下雨才没有了，下雨不出门了。你说这下午就会下雨啊？海了海了，遐海遐爱海遐遐，来。嗯，海那个洛克马啊，要我骑洛克马啊。OK。OK。到了，慢慢下来。哦，笑！我去遐佚佗，老伙仔拢在讲，你遐赚30,000+，你无赚钱。我也无赚钱啊，即嘛用用也无创啥。你遐赚30,000+啦，无赚，阮对呾赚。我报你看，遐手啊卡遐，坐轮椅遐，迄敢毋免30,000+请人耍？遐毋是真用。这个豆包，我来蒸一蒸。豆包蒸过比较好吃。没有，这个就不用蒸。我的厨房很窄呀、啊。OK， 这样就好了，不用煮。也不用煮。人文讲堂啊，我自己都做了很久啊。哎，我是105、106、105年，我就搬回来自己住啊，很自由啊，哪会孤单？那个人想不开才会孤单呐、啊。嗯，像我儿子走，我也是放下就好了。你恼烦恼，他也回不了啊，对不对？我6个月走两个呢。我老公，105年11月走。我儿子小儿子，106年5月20号，过去的就过去了嘛，要向前看呐、啊。过去回不来了，对吧？你想以前很苦很苦，苦过去了，你管他。现在充钱就好了，上人不是这么讲吗？师长是交代我们呢、啊，用心啊。李婷妹个性开朗，平常时一个人在厝诶，拢会找代志来做，独居的生活未无聊。这我画的，你看我这件嘛是特别挑的，我看到一身干漂亮诶，就给它留起来啊，有水无？你看我这领有水无？我当领嘛做遐水，做人啊，
安尼有无？全身都不会脏掉，连这边，连这边也不会脏掉。我是做这样的啦，对，我是做这样的啦，做好几件给人家的啦，不一样的啦。眼镜坏掉啊，眼镜坏掉就换，没有料，没有这个材料了啊。对，我这个100块嘞，用很久了。啊，我孙女儿拿去配了，没有啊，没有这个材料啊。还可以看啦，这一边还可以看。17、18岁的时候就学了，哥哥在糖厂做，18岁就进去做哈。做了就糖厂有贷款买脚踏车，啊，我爸爸讲迄梯啊啦，过最解快新鲜啦，要遐创啥无路用啦，啊，去换一台明信车转来啦，互恁妹妹去补衫啦，阮较早拢爱穿补衫呢，足可怜，我爱穿补衫啦，哎呀，这我这阮哥哥解快哦，骑起来，解少车。过去拢用牙的咧，呵呵呵，遐有车爱骑咧，骑着骑着，过去了后才搁骑呢。啊，早迄路是足歹行，迄无感觉街是安尼人行的路，安尼就伫骑脚踏车呢，足可怜。啊哦，互阮妈爸爸讲讲的吼，就换一台明信车转来，就互阮学，就会晓啊。啊，我们那个读书的时候，一年级买的鞋子，穿到6年级不能穿了，星星，全部都没有穿，就是节庆日才有穿。节庆日啊，家里就背到鞋子，哦，没有背书包就背鞋子，背到快到学校最后一段那边，要到学校最后一道那一那鞋啊下，加七七大加穿鞋啊。那个时候，我这个年代，查某囡仔在读小学毕业就这一只喽，读初中，我都不要梦都不要想哦，梦都不要做哦，有的读的。啊，这里腰这边两个绳子绑起来，就肥多多了，你看，是不是？像不像肥多多啊？李婷妹用不下来，她跟厝边黄素妹已经熟悉30几年了。黄素妹煮料理的时候，都会邀请李婷妹过来斗阵吃。等下豆油啊，可以用一撮啦。油果较会香，嘿，香袂？太简单了，要找这足简单嘞，足简单嘞啦，免麻烦，这都拢免调。哦，来，安尼叫我撸啊，来，我撸，我用你讲。你撸啊。你徛安尼啊，徛安尼啊。哦，好。徛呀。哦，徛。嘿呀，嘿呀。我这手开开啦，这里断掉，这里受伤啊，三只都傻傻的啦，戆戆啦，爸爸，戆戆。有摕到物件，无摕到物件嘛，唔知啊。遐靠这两支呢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，遐是过来哦。来啦，你这嘛用的，来，用这好啦。你着我等下来用。好啊，好。好，放下，安静下。我走咯。遐手拢开去啊。开去啊。无啦啦。那有胖哦。我两个未讲一啦，哎，我了无看内底暗暗，我过去烦恼啊，过去讲在创啥，去弄门，弄怪的，有反应无？啊，要过因囝遐个，脚仔寒的，啊，确定车叫的，啊，过去，家己哦，
哎，足厉害，比我较厉害，我还阁袂安尼。我若出门，阮囝甲我出面。伊若要出面，甲你讲嘛？会啦，会讲，会讲，讲啊！我当时要去台中，吼啊！我毋知讲啊，佮已经出门啊，忙，较袂去爱问你。客在阿你客了，我无啦，后我多。我拢我厝的拢我阿妹阿姊做。啊，待有咧电锅煮，咧电锅用着啊。安尼。我手无啦，咧捧啊，到咧车本兜拢免吃。我一支手无啦，半支蛋嘛无。啊，走去啊！逐天的早起，李婷妹甲黄素妹，还佮有厝边关文芝，小少做伴去巷仔口集合，坐车去做志工。我有一个早上就是来这里啦，嗯，今麦来做很早早，我说怎么去？我有没有交通工具？我载你啊！哦，今麦好早，双手双脚嘛答应，这么好的机会哦。每天早起，王林庆都会去环保站，他就顺便来载三位好朋友，因为他们的年纪都七八十岁了。反正就三个是顺便的啦，顺便在，因为 同一个路线这样啦，他们的耳朵都 不太好啦，重听。同样的事情，同一句话，从这边到环保站静静的，他就 review 再 review 这样一直。老人大概都这样。你去签名，签名来，你不等下吗？无啦吼。啊啊啊！好。去台北的款。哦，谢谢。我因为他们三个分散在不同的点，光妈咪在那个塑胶袋区，那素美在那个拆解，那婷妹是在。保特品区这样子，虽然默默的做，感觉上好像周遭还有很多人在这样子，都大家都看得到，对，这边也等于算长照中心一样的，就是很喜欢啊，才会每天早上在那边集合啊，对啊，他们来很高兴，都是克服万难啊，就其他的事情都把它取消掉，就是来做环保这样。等于是专业的啦，专业的环保志工。我在台中啊，那个盖店在义卖啊，300多摊呐、啊。啊，我媳妇有抽到摊位吼、啊。啊，后来呢，啊，我去啊的时阵呢，就讲好啦，我也无啥会好管。无，我来做环保啦，做环保啊！我说随口这样说，就来做环保这样的，真的嘞！我说第二天我就开始脚踏车牵着就到处去捡，而、啊、我去他那边不是去住啊，是去玩，就玩几天而已啊，没有带普通衣服去啊，都是出门的衣服啊，就穿的时髦一点去啊，啊，我穿那个衣服在那。看那个垃圾桶啊，搬啊，搬看有没有瓶子，有没有保特瓶什么东西啊？那过路人叫我，哎，那查甫人都穿甲袂歹，安那底啊变，垃圾桶呢啦，我都听着，我都底啊变管伊安那讲，我是要好煮者啊，我是要做环保，要做煮者好煮者。李婷妹已经83岁了，身体有很多病痛，也做过很多次手术，做环保的时候手都没什么能出来。我这个手的伤口很漂亮，脚的伤口很丑，家这美人家跳 这里到这里，我就是说、哦、没有弄好，这里这两面有绑那个木棍，这里没有木棍，没有推上去，你跑出来了。
他就跑出来了。到即马来就是七八届啊，我算起来就七八届啊。我这两只脚，一只脚都开开三届啊。这里刀，这里刀，啊，这里坏掉啊，车祸啊，车祸这里坏掉，手都过一届啊，耳啊过一届啊，巴肚三届啊，我巴肚第一年开两届迄哦，反正生死命注定啦，哦啊开刀会死未死，不在意啊，啊反正明明都都唔在半行。找找看，还有这个布这么丑，你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我漂比较漂亮，要干净一点的啊，不要那么脏的啊。这个要拿来做，就做这个围裙啊，这就是拿来做围裙啊。啊，我是漂这个有花的啊，这今天没有花啊。好了，就在这里啊。摆这做介好啊，有讲有笑啊，啊，中昼搁免煮啊，不是安尼介好哦，太轻松啊。啊，你哪地处的吼、哦？不是天花板就是墙壁啊，不要没人讲话了。你来这里有人讲话了，嗯，聊聊天。今天怎么样？哪样哪样？你家怎么样？多少少吧哦。大伯，谁家人住的？大伯，你是李婷妹的环保站回收和散布，暗时就会开始穿衫，做成围裙，再分享给需要的志工。这天，李婷妹大汉后生回来花莲，母阿囝想要出去散步，伊嘛招厝边兼好朋友的黄素美甲关文姬做伴去郊外行行的。都免赶，都要给你赶，话给你赶业绩的啊，都免做。咱也无叫业绩的。来这看莲花哦，就是安尼看莲花哦，哇，赞赞赞！哇，安尼赞哦，赞哦，来！咱身体若健康，囡仔就赚钱啦。哦，对啦，你听话啦，你这个台中学的啦，啊，台中你学啥了？上重要是有好处面。哦，讲你呐，伊当阵带我呀，伊讲啊，我要来，我要转来花莲住，我就想想讲，哎，咱嘛安尼也好。诶，比有带我呀，可能会较好啊。感觉真放心，就有好。好处境，华清关怀哦，恁三位菩萨都会安尼哦，啊，搁上条搁林清师姐，好对啦，上条就是林师姐，对啦，迄个名，迄个较实个感恩，伊个较感恩，他在啊在三，我差了七条三十万，我就去遐等啊。本来我就想说哈，因为他们三个都是一起做环保，又是邻居的，本来就应该有一个机会哈，我们就跟他感恩一下啦。这个很难得的机会，反正他们三个形影不离啊，我们总是出门就一起的。哎，这是一个想法了，反正一个想法。这个每一次的回来的花莲的时候，都会想着说啊，
跟他们感恩一下。回来都匆匆的，就是回来一下子要一天两天，我没有那个长期住在这里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没有，都是一两天我就离开了，然后就回到台中去。有时候内心上就感觉很愧疚了，我为人子女都没有办法说，哦，啊，其实我家里够住，不是不够住，够住。但是我看他在台中的生活，就早上起来，礼拜三、礼拜六做环保之外，他就没有事情做了，因为饭也不用他煮，衣服也不用他洗，家里也不用他整理，所以他就没有什么事情，就啊大楼啊。我夏天热，他就在那边吹冷气，吹到吃饭的时候回来，然后在家里睡个午觉，下午又出去又去那里吹。我说这样很没有意义啊，所以他有一天提到说，我想回花莲了，花莲的环保站每天都在做，连过年都在做。我说你去花莲一个人，我们不放心，对不对？你一个人怎么生活？他不会啊，我去环保站。哦，有林青师姐载他去，载他回来，然后在环保站又有餐点可以吃，他的午餐就解决了。然后呢，大家都很关爱他，就啊你一个人啊，连个晚餐打个便当再回去。他说这样，他去每天就很快乐。我说这样好，你就在那边住吧，不然常理依理来说啦。是不应该把一个老人家放在这个地方。有一阵子他生病陪他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：“你当医院志工也这么久了，你对这个什么看法？”那乐观，那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他也因为乐观，我问了主治医师，他也因为乐观，所以他的病情好转。治疗以后呢，很好，到现在状况都很好。不然那时候是真的是低潮的时候，这个是他成长的地方，这个我很庆幸呢。他这样看，我们作为子女的，我们就很放心。有依赖性啦，迄都依赖性，啊，一到去都，敢那无手啊啦，都无手去啊，无手无脚呢。虽然李婷妹治疗癌症受过真侪苦，啊，不过即马恢复甲真好。面对生活中的逆境，伊讲爱学会晓认命，爱欢喜接受，才会当过家平安自在。即马李婷妹甲厝边，逐工拢斗阵去做志工，伊感觉真满足，阁真有成就感。会当甲朋友做伙，心情快乐，对身体嘛真有帮助啊。好啊！